嗨，大家好，我能阳。今天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因为我和妈妈起得很晚，所以呢还没吃早饭呢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去小镇上买点食物吃。大熊这回也没吃早餐，所以呢急着吃你对吧？对，我们去镇上买点东西吃吧，走吧。顺便给大熊买点骨头。骨头我们昨天家里有呢，因为有点冷，你把那件衣服跟那个口罩戴上吧。是爸爸以前的旧衣服。嗯，对，因为你的衣服没带回来，你的厚衣服没带回来。好的。嗯。我先把我的口罩戴上。嗯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小的牛子里面，因为呢，我们再过两天就要回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这儿建一个东西。这是爷爷奶奶给我们买的很多特产，很多好吃的，或者零食，或者面呢。对，爷爷奶奶给我们买了很多的特产。对，嗨，这就是爷爷给我们寄的一些土特产呢。三大箱子这么多。对，三大。我给他取名为山兄弟三大箱。紫菜，菜，里面是这些新鲜的香菇，还有这些，因为还要等很长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太饿了，我们先去买点吃的吧，走。那你在哪吃的？赶紧去吃东西，我都饿死了。走。走。我们买了什么东西啊？买了小圈圈，全都是小圈圈，还有饼饼。嗯。爸爸，我现在肚子太饿了，你先拿一个圈圈吃一下吗？好，给我拿一个吧。好。我拿一个啊，拿一个这个圈圈。好的。嗯。你拿的好像是这个圈圈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们去那里等着吧，把那个快递给寄了。想吃芒果啦。那我们买几个芒果吧。大芒果。嗯。我们已经买好东西了，买了一些我喜欢的水果，芒果和菠萝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说，我就在等着爸爸刚刚送快递来寄一下。我就在这，我等着吃的呢，小圈圈。你在这里等着爸爸进去啊。反正小圈圈到是吧？你帮我拿着。嗯，太重了是吗？对，都把手给累坏了。我们给阿姨帮忙是吗？再拉过去给阿姨，拉过去。嗨，现在我们终于吃完了，差不多。走，跟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好，走吧。你俩早上8点走了，中午11点回来，我的早餐嘞。早餐在这儿，这给你买的早餐。干啥这么长时间？我们在小邮局里头寄货，然后呢，我还帮阿姨弄了货呢。这个是我们买的油饼，我们还买了菠萝跟芒果，赶紧让我吃这两样水果。我要一边吃菠萝，一边吃芒果。啊，快进去吧，进去吧。等爸妈呢。啊。你这边有鱼。鱼。在这啊。往里下看。
这个是小小鲫鱼。是活的吧？爸爸，我抓住了一条鱼。你还敢抓呢？你敢吗？我不敢。为啥？你只要控制它不动的地方，你抓紧它的尾巴，把它拉上来就行。我害怕把它给弄疼了。不疼。Hello， 妈妈给我叫了金黄色的毛毛。你找谁呀、啊？那你给它扎一个吧。好，宝贝给它真乖。嗯。看变形。这个是跟乒乓球一样甜。这个灵啊，这个灵。超灵。超灵。舒服吗？这样子舒服啊。